中国有个说法，中国武术是源于中国，熟于世界。我叫刘随兵，是青城武术馆的馆长，一直致力于将青城派武术推向全世界。我学武到现在已经51年了，我大概已经走过了30多个国家。教过了有80多个国家的学生。青城派他以前也说是中国武术的4大剑派，这些都是我们青城派的师傅当年留给我的。像这个呢，就是明代的古剑，这个就是以前讲的阴阳剑、雌雄剑。青城派武术呢，它应该有接近2000年的历史了，它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它和其他门派最大的不一样呢，它更注重养生。比如说我们写字本身它也是一个静心的过程，比如说下棋其实也是跟兵法对阵作战有关的，通过这些可以更了解我们武术背后的文化。师傅，快的这个武术呢，它是属于我们青城武术生门，这个武术呢它就比较小巧。青城山是山高林立，高低不平，所以它不可能是一个腿法特别多的功夫。看我一、二，我这是两只手都在动，三也是在动，四也在动，就是，对，这样你这只拳的力量才会更重，你或者打到这儿，这样腿都可以，这样。这样呢，你后脚就跟得上力量。那么另外我打的这个太极呢，最早呢是我们青城派掌门历代单传的，是到我这一代以后说服了我的师父，然后我的师父同意把我们青城派的太极拳里面简化了一部分出来，我简化了6个套路，现在把它传出去。这个收拾的是他这样，重心先移到右脚，拳脚掌在这边，然后这个左脚平抬起来，平落下去，这些然后再慢慢起。青城小学是我们成都市的第一家非遗武术传承学校，一定要把它做到名至实归。等一会儿我们亲自去一下，把他们细节纠正一下。青城小学的小孩练的这一套拳，在我们都建院2014年的统计数据，都建院本地人练就是20万人在练。那么现在在全世界呢，有80多个国家的人在练。我们的这个青城武术在推广是2条腿走路，一条就是普及推广，一条就是传承提高。现在全世界有4亿的人在练各种各样的太极，它实际上是能够跟我们国外做文化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。将来你们长大了以后，把这个青城武术传出去，好吧？因为这个是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。像这个呢，是奥地利总统夫妇、总理、外交部长到青城山来观摩学习青城太极的。这个就是当时《功夫熊猫》这个电影的艺术总监雷蒙德来跟我学的时候，他把我的每一个动作分解成18个动作，放到了《功夫熊猫》的正面主角阿宝身上。这个是美国旧金山的市长2017年给我颁的奖，就代表旧金山市政府。他说呢，他说是我为人文的内心世界平和指出了正确方向。在国外讲的时候呢，困难呢就是这个语言。比如说当年我们教这个青城太极里面有个黄莺闪子，就是这个动作，他就给我翻了一个小鸟在天上飞，实际上它就跟我们这个本身的意义就区别比较大了。我当时在法国的时候，有一天呢，我们主办方说10个人在那个练功房里面找都不出声音，又看全部人都跟着我在打，没有一个人说话。最后他说这个就是最好的教学方式，就是把大家都带入了一种意境里面去。光传承不行，我们要去搞创新发展呢。现在呢，就是我们还在推出一些功能性的太极，身体健康，心情愉快，能够对他的工作、家庭、生活、事业有帮助，能够和自然、和人类、和社会能够更好的相处，能够有利于他自己的更好的成长。
让他们认识中国文化，通过修炼的时候让他们的身心受到益处，他们爱上中国文化，他们能够理智和友好地看待和中国的关系，就有利于世界的和平。来给他纠正一下。